Hello， 大家好。咁琴日段片咧，我就介绍 body cook 嘅偷懒护肤方法啦，系我自己个人啊吓。咁咧，我今日仲想介绍佢另外一个好特别嘅功效，就系佢可以咧降到红嘅。点样降红呢？其实你将佢咧口敷之后咧，大概可能5至10分钟左右啦。咁其实佢就可以帮到你咧皮肤降红，同埋可以帮助到呢一个滋润嘅。咁所以咧喺一啲可能近排可能会成日开冷气嘅情况下咧，都可以做翻呢一个。叫做保濕面膜，咁可以提高翻你自己本身保皮膚嘅水潤度同埋滋潤度嘅。有興趣咧，就可以利用 Beyond 嘅優惠碼9折，就可以埋嚟試下啦。